啊，谢谢院长，谢谢院长的鼓励。我跟院长大概差不多10年前，有一天院长给了我一个电话，他就问我说：“桃园机场跟电子有什么关系？”然后大家可以想象，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大概4200亿美金左右。如果大家同意，台湾的台积电、联电是我们的国宝；如果大家同意，日月光、联发科、瑞昱这些公司。 共同串联起来的，它不是一个护国神山，它是一个护国神山脉。那我们如何让，比如说现在香港面对一些新的问题，桃园机场取代香港，或者跟香港互动合作，或者在下一个阶段，当产业市场多元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扮演什么角色？其实呢，在不同的阶段，我们看到的问题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其实我脑袋在想的事情是，我在看 CES 消费性电子展，让我最 impressive 的一件事情是，有30家公司推出概念车，其中有一家公司叫 Sony，Sony 根本不生产汽车，但是它推出一个概念车，它的概念车有33个 camera head， 它是告诉我们后视镜不见了。 车子前面的面板会变大，当车子变成车联网的时候，你会发现后面的空间变大了。它甚至可以有个小桌子让你喝咖啡，因为你不用开车了。我们开始面对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时代。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台湾的鸿海、广达、人保、伟创这些公司都应该知道这个事情。我们知道 IC 设计产业将来会有很多元的一些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多元的一些机会，那么我们怎么去改变它？但是如果只是从台湾看这个事情，中间会不会有一些 focus 上面无法对焦的部分？所以各位知道我干了一件事情，我去研究 Samsung 怎么去应用这个事情。我认为有2个对焦，台湾的公司愿意看的几率就更高了。没想到我写了2万字以后，习近平就宣誓要抗议，全面抗议。我说太好了。 因为 mega trends 大趋势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决定把这本书写完。那很重要的重点就是站在台湾的角色、台湾的角度看这个事情。因为2020年，不管大家同不同意，因为5G， 因为人工智慧，因为 big data， 很多的原因，包括中美贸易大战的关系，台湾都面对一个新的策略选择。 2020年到2030年，可能是我们生存非常重要的关键时期。那我们对这个事情到底了解多少？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给自己一个功课，我必须把它做完。所以我就取名锻炼之后，开始想象这个事情，这是我的起心动念。我几乎每天早上4、5点钟起床，我写到7点吃早饭，8点来上班，还是一样，是 usual。但在整理资料的过程当中， 想到的更多。第一个，我想我们很幸运，各位知道吗？到去年年底为止，我们正好有800家上市柜的电子公司，加总的营业额是7129亿美金，这不含 Intel、Microsoft、Amazon 这些公司在台湾的 operation revenue， 不包括在里面。第二个问题，我知道宣誓抗议的时候，正好是农历过年，台湾的老板都在台湾。 他们想知道问题在哪里，他们同时也知道问题可能在哪里，所以我认为台湾人在第一线。所以呢 ，DIGITIMES， 我认为说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其实我们很多同仁都可以作证。在宣誓抗议的那一天，我就发了一个 email 给所有的员工，我们大概160位员工，我说今年不裁员、不减薪。 我为什么敢这样说？大家压力都很大。各位看到美国的失业率已经到14.7%，谢谢大家帮忙。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拥有最好的员工。第二个，我有足够的 confidence 告诉他们，如果用知识来应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今年我不裁员，景气好的时候我可能会裁员，所以我就想做一些改变。第二个。 DIGITIMES有非常大的优势，是因为我们有英文版。我们每天将近100则的新闻，挑20则翻译成英文。我现在跟各位报告，我们大概有将近10个人的团队， 4个人团队大概需要多少钱，大家也算得出来。我先跟各位报告，我们1到4月份英文版的网络收入成长了40%，我们是赚钱的。重点是什么？重点现在大家对于台湾的信息，他愿意付钱了，这个是一个 signal， 非常大的改变。我们有6万多个 Internet 上面的国外的读者，最大的读者大概分成3种。第一种，世界级的大厂 Intel、Microsoft、Sony、Panasonic、Qualcomm 这些公司。第二种，全世界的 PC 通路商，他们很多人跟台湾买主机板、买 PC， 他也需要。第三种什么？外资、市场调查公司，这些都是。所以我们大概这3大类。我知道我有能力，我有机会去影响他们。今天我有一个好朋友 Lightpoint Richard，Lightpoint 的亚太总裁。去年他安排他的总裁跟我见面的时候，因为他有拿到我们的英文版的书，那总裁只问了我一句话，他说：“你资料为什么 update 得这么快？”因为他把那本英文版的书也看完了。那其实我只告诉大家，我们是 in-house 内部作业。我的责任编辑就坐在我的门口，是我的机要秘书，他是台大新闻所的，他当然有能力帮我改稿子。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棒的一些团队的组合，我们拥有最好的团队，所以我认为说，我有责任把它写完，我有责任把它行销到全世界去。另外呢，在写科技岛链，在写巧借东风的时候，其实我帮自己留下了很多的问题，我认为我应该继续追踪。那这是一个作为产业分析师，我认为应该有的责任。其实还有一个心里话，我认为过去我们的确必须从美国、从日本 access 我们所需要的 information。那如果现在供应链会变成一个重要的环节的时候，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事情 ？NVIDIA 的 Jensen Huang 黄仁勋他说 ，AI 会吃掉软体，软体会吃掉硬体。Sounds like 很有道理，但我认为那是矽谷的观点。如果各位今天知道电视机平均的尺寸将近55寸，但是电视机的平均单价只有$500，你会愿意让你所有的房间都有电视机？你愿意让它 idle 在那边？但是你不愿意付 Netflix 的钱。各位知道，6年前韩国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政见，就是家庭的支出不可以超过7% 是用在软体、电信的服务上面，这是政见哦。意思是说，韩国人花了太多钱。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大家不愿意再花钱，因为他没钱了。他设备很便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角度就是说，硬体制造是不能犯错的。你骂我毛三到四也对，但是我就是一个无可替代的 power， 一个 resource， 一个 platform。那我们怎么去 highlight 我们的价值？所以我想特别想强调这个地方。另外那个，我觉得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其实我是希望能够让很多公司用最便宜的方法变成他公司内部的教科书，因为一本只有200-300块，我故意没有卖很贵。我的目的不是赚钱。各位知道，如果我们公司1年要做好几亿的生意，那对我来讲多赚100万 means nothing， 不重要。但如果这个我获利的100万的背后，它的价值是1000万、1亿，那我觉得这是 meaningful， 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反而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就开始想象一下，我如果让到今天为止，新冠肺炎相关的讯息可能有900则，我如果把亚洲80个城市，每一个城市，比如说福冈、河内、武汉或者合肥，每一个城市背后所有这一段期间所有的相关的新闻，全部可以在一个图上面显现出来。您愿不愿意付我钱？因为你不可能读完900则。第二个，我开始用9宫格，用一个方法让大家去 access information 的时候，用点的就可以搞定的。我现在快做完了，好，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认为在不景气的过程当中，在非接触型经济变化的过程当中，台湾人可以找到一些新的方法，这个方法很抱歉只适合我们，别人也不适合。为什么？因为供应链电子业的讯息，电子时报应该是全世界产量最大的，所以你根本用我同样的方法也没意义，你的对象也不对。所以呢，什么叫做新创产业？我去 define 2个很重要的 definition。第一个，它必须有 uniqueness， 它必须有独特性。第二个，它有 data asset， 它有数位资产。因为数位资产，比如说我跟中强光电合作，我跟佳必奇合作，我就可以告诉佳必奇说 ，OK， 我愿意打你6折，说甚至高你打2折我都愿意。为什么？我做得到啊，因为它是数位资产，我爱卖多少就卖多少。我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啊。所以数位资产的交换的时候，你可以用策略来决定你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它跟硬体制造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回过来看一下中国跟美国的对抗过程当中有哪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我们发现现在根据中央情报局、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料，大陆的 GDP 接近美国的80%。但是到2040年，20年后，大陆会以38兆美金超越美国28兆。那各位知道，2009年中国大陆的 GDP 首次超过日本。2012年，大陆搞了一个天河超级电脑，大陆搞了很多新的东西，都非常成功。韩国人甚至做了一个研究，他们发现从2000年以后，中国大陆选择的重点产业没有一个失败的，而且第一个倒霉的都是韩国。所以你可以看到面板不见的，啊，手机也总量也输给他们。造船、钢铁，各位知道，大陆的 GDP 是台湾的26倍，是韩国的10倍。如果用国家资本跟韩国、跟台湾对抗的话，那台湾、韩国必须用别的方法，否则根本活不下来。这就是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 GDP 的总量，它背后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第二个，我们看到中国在未来可能会面对的5大挑战是什么？我们首先看到防疫大作战的过程当中，封城听起来很容易。但是开始大家会对 policy 上面的可信赖度会有影响。第二个，国进民更退吗？我们开始想象一下，过去我有100兆人民币，现在剩下550兆，那我必须做策略性的选择。所以呢，很可能民营企业它根本跟不上，因为铁公鸡已经饱和了。我们开始要面对另外一个新的情境是什么？因为 billion 用几十亿美金计算的行业，最后剩下少数几个而已，其中几个在电子业。第一个，它非做不可的就是半导体。第二个，如果以面板来讲，还可能是 OLED。各位都知道，2021年以前，传统的 TFT-LCD 的行业就没有人会再投资了。2000年的时候，这个行业是明星产业；20年后，这个行业不重要了。所以我们开始必须面对新的一些问题：资源分配、国防工业。如果大陆要保持对美国 bargaining chips， 就是对抗的筹码的时候，他会做哪些事情？所以我刚才讲半导体很重要，但半导体如果台积电选择到美国去设厂，那大陆要的半导体产业是什么样的产业？今天早上东森财经台问我，会不会是选三星？我说我告诉各位我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大陆要的半导体产业不是外商的半导体产业，是大陆本国人的半导体产业，否则他控制不了。这些都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趋势。我们看到国际合作。国际合作不是只有中美对抗的问题，它也牵涉到产业结构的问题。如果各位知道，传统的汽车有3万颗零件，新世代的电动车18900颗，它会少37%。第二个，每一辆汽车的半导体的贡献值会到达475块美金，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第三个，如果各位知道，现在全世界的汽车市场是5兆多美金，但是呢，直接卖车的比重会从现在的48%。降到5年以后的38%，哪些东西会长出来？出行服务，所以出行服务现在只有1%，5年以后会变成22%。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说，东协南亚的 Gojek、好 Grab 就越来越重要。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生产汽车会越来越像生产电子产品。那生产汽车可不可以跟手机绑在一起？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它重要的是后面的 service 要怎么连接。所以我们开始要想象一下，让台湾大车队变得有意义。这个事情将来就算要卖也可以啊，卖个 Uber 卖个好价钱也可以啊。所以这些都是国家战略上面很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会发现说，大陆可能会有很多人撤走，因为外资不是只有政治性的问题，包括产业结构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各种可能性的情境。然后这是我刚才跟各位讲的800多则的新闻，用在你只要把它点上去。就可以找，因为你们大部分都是我们会员，你进去点点看，就可以点到所有相关 database 的相关的新闻。好，另外我也是为什么跟大家讲说，我希望说大家是有计划的、有系统的、有一个 framework 去了解电子产业的结构。其实很简单，跟各位报告，电子产业分成这五个：通信、电脑运算、生活家电、未来车、公共国防。其实很容易算，前面这两个大概74%，后面这三个大概加起来30%，roughly 是这样子。那请问一下，电脑运算比较大还是通信比较大？ 现在是电脑运算比较大，大概39%，通信32%。好，问题来了，电脑运算里面两大主流，第一个是 computer， 第二个 server。如果我现在跟各位讲，今年 Q1 台湾的 server 的总产量，我们占全世界超过90%，但是同时我们的 growth rate， 我们的成长率是15%。然后更重要的是， 因为主要的客户叫 Facebook、叫 Microsoft、叫 Google 这些公司，然后这些工厂因为卖给美国，所以工厂都回到台湾来，所以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结构性的一些改变。所以我们必须去了解整个大的环境的变化，然后我们看到未来半导体的应用会用在哪些地方。刚才已经提到汽车比例可能会提高，所以我们必须了解通路商他可能扮演的角色。另外，电信的比例、消费性电子。 各位不要小看消费性电子哈！各位认为说啊，电视机好像每年都没有涨，没有什么成长。如果各位同意，未来智慧家庭可能有两个很重要的入口，第一个是电视机，第二个电冰箱。那现在韩国两家公司 ，Samsung focus 在电视机 ，LG focus 在电冰箱，它两个方法不太一样。好，我们要开始想象一下，当传统的电视机都跌到$400，我讲 所有的电视机的平均单价跌到$400以下的时候，如果我们再想象一下，30年前韩国的 Samsung、LG 的电视机品牌跟我们的大同东元有多少差距？30年后，我们一直还在 cost down， 但韩国在 create value， 方法完全不同。各位知道吗？全世界$1000以上的电视机 ，Samsung 的市占率可能是6%到7%，所以那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一直想 cost down。 这是有问题的。我们能不能？我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还在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还在谈量产，量产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我们必须 create value。我们不需要大贸易商，但是我们非常需要大型的系统整合商，这是我们台湾应该去考虑的。好，这是我跟各位讲9宫格大致上的样子，中间这三个是 platform。好。 将来我希望给大家的是，你用点就可以找到你相关的 information。其实呢，黄色的部分是 supply chain，supply chain 你把它分成三个：第一个，现在的主力产品；第二个，未来的主力产品；第三个，关键零件。那供应链呢，市场需求面就是三个嘛：欧美日先进市场，第二个新兴市场，第三个 China。China 太重要了，为什么太重要？各位知道吗？ 汽车的产量，全世界的产量，现在有33%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电动车呢，甚至高达48%。在座很多人跟我一样，在2000年的时候 ，WTO 开始生效的第二年，我们到大陆去，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汽车都叫别克，对不对 ？Volkswagen， 大家都 Hyundai 或者是 Toyota 这几个品牌，为什么？啊，每一个城市分一块。 各自分一个，各自找一个，我们心里在偷笑。哎呀，大陆市场就是欧美日知名品牌的殖民地而已嘛。但各位不要小看这个事情，18年后你会发现说，来自日本、韩国的汽车品牌，它所需要的零件超过30%来自中国大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会发现 GM、Ford 这些公司所生产的汽车也有30%。 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拥有全世界最完整的供应链，这个就是量产制造背后所带来的影响力。所以我不是说美国人讲的都错，但是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价值主张，告诉别人我们做什么事情。或者当欧美日没办法做这个事情，我讲的是东协、南亚这些新兴市场，他们准备做手机，他们准备做电视机、电冰箱，甚至做面板的时候，台湾是全世界最好的 partner， 因为 我们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无害的伙伴，各位同意吗？因为我们不会让人家致命啊，我们绝对是 partner。所以这是我跟各位报告的，全世界乘用车的市场，从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到，大概33%。如果以电动车来讲，甚至高达48%是在中国大陆生产的，所以大陆当然会有一定的话语权。啊，这是全世界的市场的资料，在书里面大概都有。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的资料 update 到4月底？图表的资料很多 update 到4月底。这张图呢，就是美国的公司的资料，我不是说它一定错。 但他说，现在大陆一年进口的半导体是2308亿美金，他们 predict 到2030年的时候会到达6240亿美金。听起来也许会对，但也许会错。为什么？如果产业多元化、区域化，大陆不可能需要那么多半导体。各位同意吧？第二个，将来很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高通的半导体会不会卖大陆？ 我认为会，但是会分两个。第一个 ，high end 的不卖 ，middle low end 的会卖，但是谁当 filter， 谁是过滤器？我认为有3种。第一种就是台湾的量产制造大厂，哪些单子能接，哪些东西不能接，你必须心里有数。第二个，台湾的零件通路商，大连大、文业这些公司就可以扮演角色啊，哪些零件我帮你代理，哪些零件他不做了。好，第三种是什么？第三种是 UL。 这种做 certification 的公司说，我可以发 certification 给你，你可以去，你不能去，大概会类似经过这几个机制。那你会发现说，对于零件通路商来讲，它不是只有放在香港，它开始必须考虑到用桃园机场去做 distribution 的可能性，因为它要卖给菲律宾，它要卖给越南，卖给印度，所以我们整个大环境都在改变。我的问题是，这些东西经济学家不可能懂，因为他不在这个行业里面。 所以我们必须跨业对话，所以我们必须让经济学家理解，搞科技、搞产业的人在想什么，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以手机产业来讲，哈，其实我见过几位资深的业界的前辈，我都故意消遣人家。我说：“哎，建龙兄，请教一下，今年手机会跌多少？”好，其实很多人都会告诉我说：“啊，金融啊，大概跌个2成3成吧。”我说：“对不起，哈。” 如果你是这个行业的，你用这样的方法回答，你是不 qualified 的。好，我不是讲你哈，我只是在想说，如果我能够告诉别人，全世界智慧型手机有14亿只 ，China 4亿只 ，China 以外有10亿只，你可以做一个 judgment， 你 assume 你假设大陆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啊，大陆可能要打7折。 大陆以外的市场打8折，你就可以算得出来，大概这个情况之下。 会跌22.9%。另外一个假设就是，美国、欧洲疫情很严重 ，China 反而在4月份反弹，这个时候结构就变成 Scenario 2， 这两个不太一样，就是它的跌法、跌幅就不太一样。我的意思是说，产业资讯只是给你一个 reference， 让你有一个初步的脉络，可以去分析你大概面对的情境是什么样的情境。好，我现在告诉大家。 我们原来估计，全世界的市场大概是2019年是13亿6300多万美金，我们原来估计2020年可以到14亿美金，14亿台。为什么？这是第一次智慧型手机的总量超过14亿只，这是第一次。但是很不幸的，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调整到11亿5200万只。 所以它有2个数字要比较，第一个就是原来的预估，因为你备货备料、行销的布局 expense 大概都是14亿多只来算的。那现在我必须告诉你，如果用14亿只来算的话，可能会下跌19.1%。如果是我们原来估计的是13.6亿只，今年大概11亿5千万只，那跌幅大概15.5%。好，所以 roughly 大概这样子。其实啊，我很诚恳的跟大家报告。 不要拍脑袋告诉我们总量多少，我们是一个团队，每一个 quarter 都要好几个人去大陆追踪，跟我们台湾的原厂去追踪，说你们总量大概多少，你们判断多少，我们有长期的历史记录来追踪这个事情。台湾人搞电子业已经搞30几年了，还有太多朋友告诉我说，没啦，今年最多10亿只啦。好啊，你凭什么告诉我10亿只？不能这样子。 我们是读书人，用读书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全球 ODM 其实这是个很重要的一张图表。各位看到外包制造厂，尤其是中国大陆的龙旗、华勤这些公司，去年的总产量已经到3亿只了。我们怎么去理解它的结构，跟以及他们对未来供应链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第二个，我们看到智慧型手机它的总量大概会变成这样子，去年有3亿04百万只，今年可能会跌到2亿6300万。其实呢，如果你更勇敢，敢做一些 prediction。 那大陆今天龙旗、华勤这些公司、文泰这些公司，在2020年、2021年，它会不会 suffer？ 这些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不随便乱说，你必须知道，做过深度的分析以后，我们时间到了才能做这个报道。另外，我们看到 server 都回来，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些改变。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谈。但是我们都知道，半导体是个关键，半导体很重要的关键是什么？这两个会整合合并。 我们开始看到了设计跟成品之间、设计厂之间的合作。我们开始看到foundry厂跟封装测试厂之间的合作。我们也都知道，台积电之所以在很多新的苹果的订单上面取得优势，跟它的封测产业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也知道，面板这个行业，去年大陆的面板占全世界比例已经到达46%。 2020年将会是大陆占有全世界1半以上的元年，第一年。但是各位知道吗？2009年，韩国政府已经协调 Samsung 跟 LG， 要视 LCD panel 不是一个策略性产业，所以他们要求两边技术交换。台湾做这个事吗？好，因为可能企业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今天面对一个问题。 我们的面板产业不再投资了，那我们面板应该怎么发展？当我们看到友达跟凌华合作，我们开始想象 display 可不可以有不同的策略性的做法？那友达跟凌华合作，是不是意味着他们要找研华对抗呢？不见得。在工业电脑里面，在工控的应用里面，它不是 head to head 的竞争，它是多元并存的新局面。 所以我们必须去理解，你能够 leverage 别人最多优势的时候，你可能就拥有最多优势的条件。所以这是我们观念上必须有一些改变的。这是我刚才提到中国面板业，以京东方为例，它11个工厂总共投资了大概400多亿美金，400亿美金左右整整。但是只有自己的资金20.5%。如果生意能这样做，我当然很好啊，我也很乐意啊，我也很乐意当董事长啊，反正老板会给我钱。好，但是。 可以这样做吗？世界会开始改变，所以华为受到压力，大陆会不会有其他厂商受到？这个都有可能。而是 analyst， 我特别强调，我是产业分析师，没有 bias， 我只是告诉各位我看到的事实，看到的状况是什么样子。最后呢，最后一章跟大家报告，新冠肺炎肆虐以后，我刚才谈到中国大陆如果过去有100兆，现在剩下50兆，它会做什么事情？可能有3个不同的 scenarios。第一种。 就是和平演化，啊，回到邓小平强调了韬光养晦，谈到中国和平崛起，但我想美国人、台湾人、日本人、韩国人都很乐意看到这个事实。但是我每次跟朋友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告诉我这个可能性最低，同意吧？我们也常常去大陆。第二个，选择与集中，优化国家资本，选择什么？选择。 能够跟美国对抗的筹码，我刚才讲半导体，但是半导体在大陆跟台湾不太一样。在台湾呢，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不要说台大电机的，不要说清华交大的，念化工的、念物理的，都想尽办法挤进半导体公司。那台湾最好的人才的磁吸作用出现在半导体产业，但在大陆呢，可能不是这么一回事。这跟打棒球很像，在台湾打棒球。 打得很好的到美国去，打得还不错了到日本去，在台湾还可以混口饭吃，因为我们还有职棒。在大陆呢没有职棒，你打棒球，你得 take 非常大的风险，这个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都认为说，的确今年是危机跟转机，但不要忘记了，台湾拥有最好的经验、最好的基础。你去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对大陆的态度、想法是什么？其实我是认为我们小。 我们要 serve 大陆，把大陆市场、大陆产业互动的环境基础的条件做得很好。我们也必须知道美国人到底要什么。我们甚至必须知道，我们有东协、南亚产业的时候，我们才有bargaining power。我们才能 say something。台湾没有什么其他的条件，就是灵活、专业。所以最后一个，我觉得压力最大。大陆如果碰到很多的问题，他会不会铤而走险？会不会铤而走险不是我说了算，但是我会开始想象一件事情：兵凶战危 ，even 只有1%， 我们都必须很谨慎去面对这个事情。所以我只是呼吁，我们的媒体在讨论这些问题，政府、经济学家、产业专家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要再回到 B to C， 只是哗众取宠。我认为要回到 B to B， 因为它必须 realize 你真正在市场上可能面对的 return， 你投资你可以回收多少，你是社会的资源、智慧的累积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最后跟大家报告，未来10年，2020年是非常关键的10年。在座跟我一样，我们都非常 lucky， 我们有机会看到人类转折上面最重要的10年，有可能，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还跟毛院长在报告说，我从大陆回来带了一本书，这本书我正在读，那个叫《一次大战战前的英雄肖像》，他在谈法国的无政府主义，他在谈英国的贵族，他在谈工业革命以后所得落差之后人会怎么去改变，面对这些问题，100年前的事情现在正在发生当中，所以我们必须从过去的历史经验去理解我们将来要面对的情境。我想这些都是我在书里面想跟大家分享的，也非常谢谢各位的支持啊！我们也希望将来能够用更好的服务来回馈大家，谢谢各位，谢谢。